这游戏的名字叫做《都市传说》，干尸，干尸。那天是他的生日。好像才几十块的小游戏耶，怎么还这么做这么多东西在里面啊？那一天我父母死了。这个桌子怎么用啊？你他妈的闭嘴！人家是要演情境，你在那边讲逻辑。他妈闭嘴看！那他每天看这么低的桌子，不会腰酸背痛吗？你们有没有在看故事啊？父母死了，什么超自然死亡，所以警察没有调查。他故事可以讲好久哎，这游戏是分在这里吗？他要做的就是找到书，然后结束他的诅咒。嗯，啊，我动了。这他真的讲了五分钟哎，我没有好小。重点就是他父母因为不孕想要孩子，好跟恶魔做了交易，生下了主角。但是交易内容，18岁的时候主角就要被恶魔带走生命。主角现在还活着，就是因为他父母死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可能反悔之类的。他现在决定要来找破除诅咒的方法。他要让这个东西、这件事在他这一代结束。一走出来，怎么就这么多死人尸体啊？我要怎么找到我的任务目标？啊 ，mas que droga! Essa pilha acaba agora. Onde que eu vou achar outra aqui nesse lugar? 啊！太大声了吧！独自一人在树丛中，主角的配音非常小声，但是游戏环境音非常的大。啊！啊，声小。可以捡到东西了没啊？好恐怖的森林哦，一大堆的尸体，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怎么这边有光源？那、他妈的是什么屠宰场啊？这是什么森林啊？是电池吗？哦，有了，光，哦。越来越多尸体是三小，看超多哎！我现在是要往，那不知道是终身还是什么。怎么有这么大的围墙？长城有门哎，啊小哎，怎么有人在这里盖那么长的城墙啊？来到 China 了是不是啊？门自己开了。是怎样的门才能发出这种声音？好大哦！tem alguém aí? Fala agora! 八卦啦 ！Droga! Droga! 你在讲啥小？开。锁了，钥匙类型是 C01、A01 是个厕所。哇靠！这里是什么教会的集会所啊？妈的，每天有大概有1000人要在这边出入哦。这厕所是大到妈比我家还大10倍，太棒了这个。不要跟我说，我每扇门都要开看有没有东西。疯狗来啦！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
西零一，这边是男厕嘛，所以说西零一是女厕。有鬼留了纸条给我。啊？啊？这话啥笑？啊？是数字顺序吗？我还要再他妈再开一排哦！操你妈的！忍住你的怒气！Que barulho é esse, meu Deus? Droga! Quem é que tá aí? Ai, meu Deus, como que eu saio dessa igreja? Eu tô cansado disso. Dong Zhang Xian. Quem é que tá aí? 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，受不了。这应该是不用去翻的吧？这太大了吧？啊，对面呢？101，这个建筑他妈大到啥小啊？农地就这样用了是不是？好爽哦！这空间为什么这么大？我真的他妈搞不懂哎、欸。哦。吵死了，靠背了。我就说要小声一点嘛，吵死了。他跑不动了怎么办？他根本打不到我啊！青春游戏。被咬到了。那我把音量调小之后，你们就听不到其他的环境音了、啊。我觉得我走的不是正确的路、欸，哎、欸，是哦、喔，这是哪里啊？应该是正确路了。哎、欸，个建筑物，我画面这个红色这个能不能拿掉啊？烦哦、喔。解除诅咒的书了，是哪一格啊？这是在哪一格啊？还是说根本不用看啊，完全看不见啊，已经做坏了吧？啊，奇怪的地基，我们现在是要抄家。啊，干，这是什么鸡巴钥匙？为什么放在这边啊？好悲哦！啊，还有纸条，这是哪一个玩家做的家？为什么地基要盖这么高？要防抄家，这也不太对啊！智障吗？你一定听过很多关于他的事情，让我告诉你真相。嗯，如果你正在读这本书《怪物全集》，我请你把这座城市的邪恶解放出来。嗯，把怪物赶出这个世界，西索。你所是调查真相啊，他揭露了这个邪教组织在这个城市中。真心觉得啊，这个完全不需要钥匙，跑过去，跨过去，耐心一哥，我玩了50分钟嘞，感觉实际内容只有5分钟哎。不行啊，我感觉我快过了呢，怎么可以在这边放弃啊？你收集到各种宝物嘞，我都还没开就捡到了，我捡到了什么啊？妈的，纸板屋哦！哎、欸，把宝物放上去。boing boing boing
喂，好，最后一个是眼镜，为什么我要收集眼镜啊？妈的，辛巴基哦！按一关闭泄露，关闭肛门，不对，好，哎，哦，招魔招魔，他有在讲话，但是怕音效太大声，所以超级小声，捏住。一捏就粉碎，那怪物是被招出来，还是要被卡在这边弄死啊？好了，那他妈要念多久啊？为什么他要念这么久？他一开始自传就念了五分钟，这边驱魔又要念五分钟啊？啊，成功了！哦，终于，哦，都他妈成功了，嘴巴还在念啊。成就欸，传说猎人，好了啦，他妈念啥小，我点到讲台，他妈他再招一次哦，干，我就已经把鬼弄死了，他妈的再招一次，再弄死一次哦。啊，招完之后能不能出门啊？什么时候还可以回家啊？欸，他咬我。救命啊！不是已经封印了吗？我现在怎么办啊？这边没有路嘞。救命啊！这。啊？东西是否？什么东西啦？妈呀，真是超烂的，超烂的！那、啊、后面那枪声是什么意思啊？那该不会是第一次追逐战结束那边的储存点吧？妈的，不玩了，烂死了！这游戏他妈超级粗糙的，不知道在粗糙三小，超烂。然后整个地图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哎、欸，就是像他的脑袋一样，对不对？脑壳里面都是空的，好大的空间哦，哇！他这么大的脑袋，对不对？里面的他的脑子只有这样，一粒米饭大小。一开始进游戏，我们就听他坐在那边讲了五分钟，我的父母都死光了，我就要去解除诅咒，女朋友不能跟我生啥小，七七八八的。然后开始在很大的广阔的空间晃来晃去嘛，然后找钥匙开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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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最后又蹦出这个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召唤两次，然后怪物又没有死，又是怎样？那最后开枪又是怎样啦？这作者到底是要怎样啦？哎，这个游戏的成就我已经全部解除了、欸，那刚开枪到底是怎么啊？是结局吗？是我把自己杀了还是？什么狗东西啊！已通关不推荐，整篇故事只有怪物鬼叫刺耳，没有恐怖元素。星空顶森林一日游，配套乌鸦叫。算了啦，这游戏我也没什么好评论的，大家都妈的讲了一些实话了，我还要评论什么东西啊？你买谁傻逼？推荐，给了一个赞，然后写谁买谁傻逼。我先关掉了啦，妈，这什么都没有，烂死了。